起床了。上完厕所会洗手。棒棒糖真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千岛哥哥，今天棒棒糖要考我们什么问题呢？今天棒棒糖要考我们的是，什么昆虫最容易出现在夏天的夜晚，而且它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掌声呢？一起来看看棒棒糖上面的提示吧。是蝴蝶，还是蚊子，还是萤火虫呢？大家一起来努力的想一想吧。小朋友别烦恼，慢慢想就猜到。去吃饼干不掉屑屑。
醒，是喝完奶奶要擦嘴。奇妙，出题目要我找。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什么昆虫出现的地方就会出现很多的掌声呢？答案就是蚊子。可是香蕉哥哥，为什么有蚊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很多掌声呢？因为啊，只要蚊子一出现的地方，大家就会忍不住伸出双手要打蚊子，它这样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很多掌声哦。嘿，真的耶。可是小朋友，蚊子很容易传染疾病，所以为了不要有蚊子的出现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常常要打扫家中的环境哦。大家一起来维护环境的整洁，就可以避免蚊子的叮咬。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